下一个词是 estremecer。 好，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这个 mecer 是不是摇晃的意思，那么 estremecer 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什么是发抖或者震撼啊？我们常用词汇再来看这个词，看它的名词先啊，叫 estremecimiento。 estremecimiento、啊、estremecimiento 发抖震撼。来看例句，比如 no pude evitar un estremecimiento de horror， 什么意思啊？就是还是不能避免什么呢，这个发抖，什么的发抖呢？ de horror， 这个 de 其实是不是类似于有点表示原因的感觉啊，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哈，但你可以也不想那么多，你想 de horror 啊，感到恐惧，感到害怕，是不是哈？好，要比如说 tenía estremecimiento de frío， 什么呀？冷战，是不是？是，也是这个 de， 是不是？都是这个 de 啊，表示这个冷战，因为冷感到发抖，是吧？而下面这个呢 ，la noticia le provocó un estremecimiento， 什么呀？这个新闻，这个消息怎么样？让他 provoca 引起，是不是？相当于给他引起，就是让他感到什么呢？一阵可以震撼，可以表示发抖啊。那让他感到发抖，是不是感到很震撼？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estremecimiento 来自 estremecer 这个词，我们常用词汇。再来看更多的例句。下面 restregar 表示揉搓。好，我们一会儿常用词汇再来看。下面 adelido 表示冻僵了的啊，冻僵了的。比如说 adelido de frío 还是这个 de， 是不是？这个 frío 常常跟这个 de 什么什么 de frío 就表示因为冷感到怎么怎么样哈，这个 frío 经常跟 de 在一块，所以 adelido de frío 表示冻僵了啊，冻僵了。又比如 dedos adelidos 什么呀？冻僵的手指。 pies adelidos 脚冻僵了。Rostros adelidos， 冻僵这个脸颊哈。Manos adelidas， 哈，手也冻僵了哈。总之，这个 adelida 表示冻僵了的。下面 duermevela 表示似睡非睡，或者是浅睡，睡得很浅哈。duermevela 就是这个感觉。比如说 ，pudo ver a la madre en un duermevela apacible， 哈，这个安适的 apacible 表示安适的，所以什么意思啊？他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母亲怎么样呢？在处于一阵这个安适的这个浅睡当中，是不是 ？Duermevela 啊，表示这个意思。这个 ver， 虽然我们已经到第四册了，我就怕有东西大家不知道，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是不是 ver a alguien？ 然后你可以表示一个人处于什么状态，是不是？你可以直接加动词原形，是不是啊？都可以的哈。下面 diobivo 表示旋转木马啊，记住就可以。丢臂网啊，旋转木马。下面 perder 这个词，大家肯定说，哎，我们不是学过吗 ？perder 是不是？肯定知道，我们知道它，包括我们丢了什么，错过什么，是不是？那这里面我们表示坑害的含义哈，我们是看这个意思。比如说 la lluvia perdió la cosecha， 什么意思？雨害了收成，是不是 ？cosecha 什么收成，是不是？所以说雨坑害了或者损害了我们这个收获，是吧？好，又比如 el vicio 恶习啊，陋习恶习怎么样 ？le ha perdido 什么意思？害了他，是不是把他给坑害了哈？为什么用 le 啊？这里面其实是一个 leísmo 的用法，就类似于是这儿可以用 lo 没问题，但是这是他用 le， 语法就是习惯中因为约定俗成啊，其他语法呢可能没有那么严格，就这么用也 OK 哈。perder 这里面注意有坑害的意思啊，坑害的含义。那么它的名词 perdición 啊，这个。被挡住了哈 ，perdición 表示什么？也是这个毁掉、堕落，就坑害，是不是？你害了以后，是不是就是毁了，就堕落了，就这个意思啊？好，来看例句，比如 el alcohol será su perdición 啊 ，alcohol 什么酒精？不只是酒精，你可以指酒的意思，就是这种酒，你懂我的意思吧？你要中文我们说酒精把它给害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喝酒把它给害了，是不是？所以这个 alcohol 是它的这个。Perdición 就类似把它给毁掉了，把它坑害了哈。又比如 su afición a la bebida llevó a la perdición a toda su familia， 什么意思啊？ afición a 你看是不是对什么什么的兴趣啊？什么兴趣呢？对这个 bebida 喝的这个喝东西，就是喝酒嘛，是不是？他也是对喝酒的兴趣怎么样呢？ llevó 就是把谁带去呢？ a toda su familia， 把他整个家怎么样呢？带去了 perdición， 带到了毁灭啊 ！perdición 表示毁掉、毁灭、堕落哈，来自 perder 这个含义，坑害的含义哈，坑害的含义。下面
revolver revolver 哈，表示这里面我们表示翻动搅动的意思，翻动搅动的含义啊。我来看一些例句，比如说 perder dos cucharadas de cacao y revolver hasta que quede disuelto， 什么意思啊？ perder 我们表示倒入的意思啊，倒入，所以倒入什么？倒入两勺的这个可可粉啊，两勺可可粉，古恰拉的可以表示就这个含量，是不是？ 就一勺这个量啊。好，然后呢 revolver 是不是我们说翻动搅动，这里面我就翻成什么搅拌就 OK， 是不是搅一搅，搅一搅哈。 revolver hasta que quede， 为什么 quede 啊？ hasta que 啊，后面虚拟式 quede 怎么样呢？ disuelto disolver 是吧，就是溶解，溶解开了哈。好，下面 al escuchar aquellas palabras，当听到那些话语的时候，巴拉巴拉话语就可以啊，不用翻译成单词，或者不用说，你要翻译成中文，你不会说，当我听到他说那些字的时候啊，不是这么翻啊，听到他的话语的时候，怎么样呢？ Algo se revolvió en mi interior， 什么呀？有些东西搅动 en mi interior， en 谁谁的 interior 表示在什么什么内心，是不是？所以什么意思啊？就有些东西在我的内心翻动、翻滚、搅动，是吧？啊， revolver revolver 这个意思啊。名词 revuelo revuelo 哈，也很好理解。比如说 causó revuelo 什么意思啊？ causar revuelo 什么？就是引起骚动，是不是？那么我说 causó un gran revuelo 什么啊？就是引起一阵大的骚动，是吧？哈，一样的意思，没什么特别的。revolver 翻动搅动 ，revuelo 啊表示搅动骚动啊，骚动这个意思。下面 raspar raspar 表示挠刮挠刮刮蹭这个啊。好，比如说 se raspa la piel de la anchoa， anchoa 就是一种鱼，就是某一种鱼的名字啊，不用太在乎。什么呢？比如说他某人在刮蹭，刮蹭什么呀？这个皮肤啊，注意这个不是脚那个词了啊，皮肤了啊，刮鱼皮是不是？就刮蹭，刮这个鱼皮哈。好，下面又比如 si no quitas la silla de ahí acabará por raspar la pared 啊。好，什么意思 ？si no 如果不怎么样呢？给大了，这边就是给大了，这边表示什么？移走，是不是？不把这个椅子从那儿移走的话，怎么样呢？ acabar por 什么什么样？ acabar por 表示什么？以什么方式做结，是不是？或者说最后会怎么怎么样？所以最后会怎么样呢？最后就是，如果你不把这凳子移走的话，那他们最后会怎么样？蹭到这个墙的，是不是？ raspar la pared 是不是？把墙蹭到啊，把墙蹭到。下面 este collar me raspa la piel 也是一样的，皮肤什么蹭皮肤呢？这个衣领。蹭到我的皮肤了，一脸蹭到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注意是 me raspa la piel， 可不会说 raspa mi piel 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这个是不是说好多遍了？人的这个器官，人的某些部分，或者人身上穿的这些东西，一般我们都用把这个 me 从这儿放到前面来，而不说 raspa mi piel， 而说 me raspa la piel 哈。好， raspa 表示挠、刮蹭这个意思哈。下面 mejilla mejilla 脸颊，脸颊哈，不用多解释。比如 la muchacha se da gorlete en las mejillas， 什么意思啊？这个女士或者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怎么样呢？往这个脸上呢涂这个胭脂哈，往脸颊上面擦这个胭脂。下面 tiene las mejillas llenas de pecas， 什么？她的脸怎么样？就是上面布满了 pecas， pecas 表示雀斑的意思啊， pecas 就因为那边欧美人。他们就比较白，他们脸上雀斑好特别多，所以这个 beca 这个词啊可以记一下。就比如 le acarició la mejilla y luego la besó， 什么意思啊？哦， acariciar acariciar 表示什么？爱抚轻抚啊， acariciar 啊，爱抚轻抚，怎么样？轻抚他的脸颊。同样，我是刚刚说过 beca 是一个，我是 le 啊，你看是他就类似于 a。摸 B 的脸颊，我们用 le acarició la mejilla， 而我们不说 acarició su mejilla 哈。这个问题我说过好多次了哈。好，轻抚他的脸颊，然后呢，亲吻他。好，没问题。mejilla 脸颊。下面 áspero áspera 形容词表示粗糙的，那可表示性格，就是不只是粗暴的。这个吧，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就是那种很恶劣的啦，很粗俗的啦，很粗暴的啦，就是包括很不平坦的啊。这个性格上面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总之就是。类似于粗暴，你把粗糙这个词的意思带入到性格中，然后你类比一下那个性格的含义哈。aspera aspera， 好，比如说 piel aspera， 粗糙的皮肤，这个是物理意义的粗糙，是不是？ voz aspera， 粗糙的声音，刺耳的声音。而 un genio aspero，
表示暴躁的脾气，粗暴的脾气啊，这种很顽劣的脾气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总之就是不好的那个意思。好 ，aspero aspera 哈，下面 aspereza 名词，粗糙粗糙哈，比如说 usar papel de lija 砂纸啊，这个 lija 单独含义也很诡异，你就直接记 papel de lija 就可以啊，就是砂纸。那我们用砂纸怎么样？把它 quitar las asperezas， 为了去除这个粗糙的地方，是不是去除粗糙的部分？好 ，aspereza 来自Aspero, aspera, 形容词，粗糙的或者性格上面粗暴的哈。下面 almohada 枕头这个词，注意它读音就好了啊，因为这个 h， 而且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影响你的这个读音？其实就是当它不存在。almohada, almohada 啊，枕头 almohada。好的，下一个词 brillo 光芒 ，brillo 光芒啊，比如说 el brillo de la luz nos sorprendió 啊，这个灯的光芒是不是？灯的光芒把我们震惊到了，灯的光芒没问题。Brillar 发光，发光啊，比如说 le brillaba el pelo 啊，他的头发可能在发光，但可能不是物理的发，就是可能不只是指那种物理上的反光，可能他的头发就比如今天洗得很干净，所以就有点闪闪发光，很好看的意思啊，可能有那个意思。le brillaba el pelo 哈，头发就类似于闪闪发光了那个样子。好，下面 para que su vajilla brille。为了让他的这个餐具来发光啊，是或者为了让这个您的餐具发光，您可以怎么怎么样哈？注意这个主语是谁发光啊？你看第一句东西是不是头发发光？主语是头发，这里面是餐具自己发光，是不是啊？好，注意这个主语是谁啊？布里亚发光啊，布里就光芒光芒。